你知道雷克萨斯 ES 一速能跑多快吗？ ES 200被网友吐槽是公路闪电，这期我们带来他大哥 ES 300E， 今天看下他的0-100加速和极速。搭载 2.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加电机组成混动，最大马力218匹扭矩221牛米，匹配 ECVT 变速箱，前置前驱布局。下面先测下100公里加速，百公里加速 8.33 秒，上高速看下极速。视频拍摄于德国不限速高速，请勿模仿。切换运动模式，最高车速189，这个极速怎么样？欢迎评论区讨论。